今日昆林半暝是发生重大车祸，有一台连接车是变车，车头变形，三人是吊在车内，消防员是用三点钟才将人救出来，啊，不过有两个人是不治死亡了，一个人受到重伤，事故原因还要调查厘清。一台连接车的车头十九号暗时将近十二点，经过昆林四号第十七线和文化路路口，看不知什么原因弄到转变车。造成三个人受困在车内，警消接到通报后，赶到现场来抢救。啊，出都死，都死爆的啦！啊，讲你厝咧变车都无声，啊，我来来看看啊，啊，你迄台火车底啊，你无看到伊个哦，你火车底啊？车上经查看之后，然后首先发现第一名伤者，然后那没有意识，然后经过抢救之后，先把第一名伤者救出。然后后续又发现还有两名伤者。相对表示，消防人员到达现场后，发现连接车的车头严重变形，紧急征调民间吊车和破坏器材来协助，开三点外钟将受困的三名人拢救出来，其中两个人无意识，一人重伤，送往邻近的病院来急救。不明原因擦撞路旁民宅及电杆后，翻覆在台十七线与文化路口，车体严重变形，造成车内驾驶及乘客两死一伤。肇事原因由本分局调查厘清中。警方讲，这件重大车祸造成两个人死亡，一个人重伤。经初步了解，连接车头唔知虾米原因，先弄到民宅和电火条并过，但发生的详细事故原因，阁需要由警方调查厘清中。记者杨文林报道。